贾克斯。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来吧，奖杯酒桶，武器打野，打的就是贾克斯啊！这个酒桶挺克武器的，他开一撞我们，我们就一把他弹开，然后 Q 减速就好了。上路诺手，上单剑魔啊！可以，白垩纪剑魔了。贾克斯打了一个红 F6 往上走，蛇龙没倒。这把感觉只能抓上他，红路线拉回来他抓不了。来一杯吧！哎呀，红路直接单杀了。理论上面来讲，中路被单杀还被打出闪，对面应该也没闪，有闪的话那就是中单的问题。我好稳啊，他不在塔下，我一闪冲下他死了，这波下了，不然武器要来了。这波的话不要刷完，刷完时间不够了，直接往前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三打二呢，打不闪那走吧。这点了，你来真的呀？这点下路应该是没眼了，这眼只持续九十秒的，他不可能两分半都没插眼吧？我直接再来一波，二二三四再来一次，杀辅助好了，这辅助有点装他。别队友那个助攻嘛，他摸不到了。看好，我只展示一次啊。不需要了。这波纳美气泡定到了，不然我来个几合同给他秒了。可以，不愧是老剑魔，开局我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个死角，必中这个 Q。水鬼去下那感觉不需要，中路塔皮多一点。这上路自己可以单吃他，
嗯嗯，被小兵卡住了，我说了闪现交了，天的最后一杯，对面上野换位置了，来我看我看，这是为何？好吃不？想吃我的蟹？直接传球。虽然我没惩戒，但是可以留技能，一鼓作气给他秒掉。他E压个起身，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，回家再买波装备还行。这波这杀掉了吧，杀掉那还可以，刚好顺路回家一波。怎么下路没人来了，谁来吃这个线呢？拿个幸运鹅，感觉没有幸运鹅过来了，幸运鹅在前面贴墙走，看不到这边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，有请男兵一位，应该是这个诺手啊，来给你们来个几何，不给你回血，看到没有，这么好用的表还不行动起来，赶紧没加加一下呀，手表可以杀人的，你买你也行，不买也没关系啊，还想外圈刮回血，你在想桃子呢？我都没想到这诺手这么肉啊，一套几何桶再给他秒了，主要是有个骸骨在，先不要买书。小轮你们还这么打，快跑啊快跑啊你们，我在等人回来呢，不过好像我去可以打，确实可以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呢？你们也不提醒一下我，算了，我的小儿子乌鸦好像持续伤害 O E 蛮高的，有点尴尬这一波。我想守株待兔的，有点尴尬。先秒个弗拉基米尔，再炸回来。一样一样，我想单杀，主要是我这个桶子手痒难耐了啊！直接给龙秒，我凭惩戒就没输过，好吧？跳过来，底裤都被我看穿了，是不是录像啊？好像不是吧，大洋前的最后一杯，是不是录像？喂，怎么这么多人，哎呦四个人，我想打个时间呢，等一下，哎呦这些人偷袭我，哎呦对面人好多啊，四打一被三杀会不会玩啊，这些人太变态了，真的太，我只能说太变态了。不行，有点不对劲，得认真玩一下了。这一杠六的贾克斯都能赢，不会吧？你们先别发弹幕啊！你们待会发弹幕，我就会忍不住想回你们，就不能认真操作了啊！晚点再发啊，等我操作起来再发啊！知道发什么不？稳一点吧，我感觉这波团打完对面要针对我买魔抗了，先来个小法装预未雨绸缪一下。啊！哦，他被我搞过两回了，这个反应是正常的。这波没惩戒，我们 Q 2伤害比惩戒高，所以不用怕被抢。剑魔不在，没前排，不过有大龙 buff 应该没事。
这个斯贝先开那就有事了。这波一 v 三三杀那又没事了。这波一 v 四四杀那就没事了。这武器寻邪神风差点被我三个技能秒了，没法算办、啊。没办法，这个武器打球筒确实不好打，直接来个美甲吧，掉了之后再买帽子，感觉要一波了，这要是。贾克斯。可以发弹幕了，可以发了，可以发了，快点快点发发发。这队友好像发了什么东西我没看到啊。这卢鑫好像刚才在原地打字。你能杀得了我啊？醉酒狂暴40%的减伤，红尘20%啊？闹的，我们来开火车了，我是火车头，这个巨龙怎么站得这么高啊？贾克斯你又来了，回家换装备了。来了，核弹准备了，大招一个大、啊、对面死了，不要眨眼啊，眨眼就看不到了。死，是不是一个二秒了？可以眨眼了，可以眨眼。对面这个吸血鬼不像本地人啊，你这胡闹什么呀你大影魔刀。这没大影魔刀，这个筒子给他秒了。海虫 W 减伤55%，给你打我，呼，可以，这把满分，一个 W 减伤55%，加上红尘再减伤20%，除了增伤45路等于不掉血，知道吧？血不掉的，这吸血鬼蛮会的他，维克斯伤害也蛮高，哇，这卢鑫伤害没娜美高的，这把伤害刚好打了10万，看他是不是外地人。这也不是啊，上一把12-9挺会的他。